2022年11月11日，北京嘅2022年冬季奥运会嘅成绩嘅第六日成绩啊，咁啊就第一名啊，而家暂时系德国，咁啊有6面金牌、3面银牌，挪威排第二，5金3银4铜，奥地利排第三，4金5银4铜，美国4金5银1铜，终于喺美国咧，从一声走咗上嚟第四啊！跟住第五咧就荷兰，4金3银1铜，瑞典咧4金1银2铜，咁啊轮到中国啦，中国今日排第七，咁啊3金3银，意大利2金4银2铜，俄罗斯队2金3银6铜，斯洛文尼亚2金1银2铜，法国1金5银，加拿大1金4银7铜，日本1金2银4铜，瑞士1金3银，澳大利亚1金1银，同埋捷克、韩国系并列15噶。跟住有纽西兰同埋斯洛伐克咧，两个都系1个金牌啊，排喺第18。芬兰咧就系1金2银，咁啊，然之后咧就系白俄罗斯同埋西班牙咧并排喺21嗰度，两个都系有一个银牌噶，匈牙利2个金牌，跟住咧就系拉脱维亚同埋波兰咧并排喺24，各有1面金牌。对唔住，1面铜牌。